非常感谢今日与会的家长及师长，接下来请各位移动至所属系所参与各系的勤师活动，请同学与家长先留在原位等待说明，依序离场。离开会场前，别忘了您个人的物品和资料。各位师长请由出口一离场，辅资系同学与家长请起立，请由出口一离场。机电系、资工系同学与家长请起立，请由出口二离场。电子系、财经系、生物系同学与家长请起立，请由出口三离场。化学系、工教系同学与家长请起立，请由出口一离场。工育系、会计系同学与家长请起立，请由出口二离场。物理系、气管系、电机系同学与家长请起立，请由出口三离场。地理系、美术系同学与家长请起立，请由出口一离场。特教系同学与家长请起立，请由出口二离场。数学系同学与家长请起立，请由出口三离场。国文系同学与家长请起立，请由出口一离场。英语系同学与家长请起立，请由出口二离场。运动系、资管系同学与家长请起立，请由出口三离场。珍惜身边的人，随时要分享，要值得感恩。我和你的感情那不可分，幸福就从现在到永恒。别理会这世界变得惊人，唯一很确定的就是笑声。